鸟台油管配战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 勇士队八年四夺总冠军，这是维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冠。近日维金斯接受了 NBA 记者 Cameron Hay 采访，谈到了勇士队，更谈到了自己的未来。他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顶级球星，并感谢了勇士给予他的机会。如果下赛季勇士能够保证现在的阵容，完全有能力卫冕总冠军。在采访中，维金斯表示，球队夺冠之后我们疯狂庆祝，毕竟很多队友包括我自己都是第一次夺冠。对于自己说，实在，我从骑士直接被交易到森林狼主之后，我一直认为我就是顶级球星之一，完全认可自己的防守得分能力也不逊于任何人。当我从森林狼来到勇士，他们给予我足够大的舞台，让我在这里可以进行展现我的天赋。当被问到怎么评价自己总决赛的表现之时，维金斯表示，我只是想展示我是一名全能的球员。曾经我备受质疑，很多球迷认为我只是在不好的球队刷数据，或者说他只会得分，无法带队获得胜利。所以能够和勇士打进总决赛，并在总决赛展现我的攻防两端的能力，感觉非常不错。在总决赛的表现让我骄傲，特别是我的防守给予了球队很大的帮助，因为球队有足够多的得分球员，我可以专心防守，更可以联防死守对方核心球员。最后维金